做完毕之后，哎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在上面加上 icon， 就是加上什么，加上那个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图有没有？哎，你想说这个图怎么做上去的？那以往在那个 Enjoy 里面哦，要做一个图上去，哇，简直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在这里哈，简单到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它已经预设了很多小说图给各位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哈，我们的书上面哈，在书上面的第三之五之一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张，你们的书里面就有一张小的这个说图里面的说明，里面大概就是有十几个呢，十七个，也就是说呢哈，这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说图，也就是说你今天哈。假设说我要几个哈，比如说最新消息，那我就用什么呢？最新消息假设用 info 好了哈，然后另外还有几个，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还需要新书登场就 star， 好，然后再来这个就是 grid， 所以你就记一下哈。有时候如果你忘记没关系，翻一下书里面哈，应该有找到这一页吧哈，然后就 grid， 然后 info， 另外一个 star， 有没有？那怎么去加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就直接怎么样，切到我们刚刚的那个上面 navbar 这个区域里面，游标放上去，对不对？第一步，第二步的话呢，直接在什么，在标签里面有个什么 data 什么呢 ？icon， 有没有看到 icon 旁这个地方不是可以选，点下去就会有17个，有没有？ 17个那个 icon 就出来了。那这个是系统内建，就 JQuery Mobile 已经帮你。